三十五岁男星高以翔赴中国录制浙江卫视《追我吧》，却不幸猝逝，引起外界哗然。同时，将矛头指向节目的高强度激烈运动，再加上高以翔已连续工作一十七小时，倒下当下也没有第一时间受到救治，才会造成害事。网友在微博提出六大诉求，要求浙江卫视踹供，但却迟迟未得到回应。 如今浙江卫视遭网友抵制，传出艺人也光速切割，就连原本的跨年赞助商也撤回合作。高以翔在凌晨两点左右拍摄节目，突然倒地，但节目工作人员却以为他在做效果，一直到同场录影的男星黄景瑜发现高以翔眼睛不对劲，才紧急求救，但早已错过黄金救援时间，让粉丝相当不舍。 认为是节目组的疏失才导致救不回高以翔，怒提六大诉求、二十个问题，要求浙江卫视回应，包含想知道事发的真相，希望能公布录影画面，要求电视台给个交代等等，但至今仍未收到回应。高以翔事件过后，浙江卫视惨遭网友抵制。日前，高以翔遗体都尚未返台。 他们竟颇文宣传跨年晚会，更被轰得满头包。有爆料指出，因为这次意外，他们才能请到的明星多半不会比往年阵容强了。甚至在追我吧当固定嘉宾的艺人，宁愿冒,冒着违约的风险，也坚决不列在跨年演唱会的名单内。光速和浙江卫视切割。 近日，又有一名疑似在浙江卫视今年跨年活动冠名的公司杜小满金融工作的网友爆料，在高以翔发生意外后，公司就立刻取消和浙江卫视的冠名合作。他透露，这种冠名的招商在很久之前就会开始谈，确定冠名也是出事前的计划。我们其实已经准备好久了，什么扩容、预估流量。 但是在这种事情面前，必须立场正确。该名网友也大赞，真的很想给公司的行动力点赞。